今天来这个 LKE Green Tech Farm， 我们已经有 book 了的，所以现在到第一站要去的是厕所。好大风啊，很大风。坐嘟嘟车很有去泰国的 feel 哦。成不成啊？如果很多都是剪掉了，哎，没有开花了。有一粒。黑刺来的这个，这黑刺啊。啊，黑刺。哇，这粒黑刺。给它直接摘了。去吧。等你热来加食烟哦。还小啊，多两年呐、啊，多两年。这是冰城的黑刺啊。啊，冰城的。打工会该危险的。兄弟们，现在榴莲比较矮就有长瓜了哈、哦。改良了啊，嫁接的都是比较快变种、啊、以前那种是刚封榴莲，他们以前是种要十年以上啦、啊、现在六七年已经是可以哦，接不了的啦，接种的啊，接种的 Ray 要后天的，好啊，现在还有火鸡，火鸡孔雀啦，可以用，刚好有带绒布。你下线了，然后我们才下线。我现在正在用很干净哦，所以可想而知，我们对污染这件事太习惯了。我那边买要会雨具，不好意思。真的很多鱼耶，很美耶，哇哦。我哋啊，以前啊，你哋聽嘛，你睇到嗰啲，又講嗰啲夫婦搞我喎，好，嗰啲係用羹山水好細啦。啊，你看什麼嚟的？哇，這隻多！你叫他要篤我咧。走，喂，走，後面站。這是什麼？什麼雞蛋？它不是雞，它不能生雞蛋的。很多只孔雀，这是白鸽哦，豆腐，这是豆腐呀，嗯，也不用，不是印度人华人，都是哪一次来？他不会去。他们在饭上面没有哪一次的拿来吃啊？啊，我们哪来？他不会服务，然后我们有拿机器去服务也服务到，啊，就拿来吃了。来吃，他自己不会服务啊？啊，他不会服务。他可能是不服务，应该是那个什么游客太多了。
哦，这是第一名。哦，这就不用看了。118层罢了，118阶，比三加油！有时间吗？找破了，18阶了，罢了。我们有四个，两个双人床的，有四个双人床的了，都是该一塔在加光一加多加很光的。我看见来一路在那一塔。这么快就下去咩？不待久一点咩？我已经爽了。在这边买一个地哦，一个 lot。嗯。轻轻的哈，fake durian， 猫山王，无啦，无啥，敢碰榴莲？啊，杰瑞要不要榴莲？我真有力哦，你。来高高，榴莲来高高。哇，这个是猫山王来的哦。哦 ，cherry tomato。我以为可以吃榴莲的。不可以啊 ，do not block 吗？他在讲不可以，桌子上了才可以。这个是什么的龙椒？啊 ，capsicum 的龙椒。我买 capsicum， 难道这不可以？甜吗？我这惊无食啊，难道不满吗？这也是安尼款的吼。看到广东正买，那他也台湾表哇，好大力哦，这个。是。它的皮不一样的嘞。哦。它的皮不一样的嘞，毛毛的喽。我们现在他想去吃榴莲的地方了哈，终于两个小时后，我们要去吃榴莲。你看蔬菜的都没吃，他摆一条粉粉卡乐，他叫我吃粉粉卡乐，我就有一点不能够接受啊！他一直跟我讲吃。哇啊！有啊！没到，这反应很真实，证明大家都饿了。对，有今天有嗅到味道了。哦，哎，那整桌都是我们的。谁啊谁？这整桌都是我们的。哎，快起浪啊！你不快点喂？我看左右，反正就连就这么累。啊？应该是全部了。这里。这楼不是了。哦。啊。
那些这个是猫山王卖的是吗？这个猫山王这边这两粒一零一啊，这两粒猪脚。好，我们先吃一零一先，吃猪脚还是猫山王？还是要吃这种炸明，不要炸明，不要先。吃两只先，这个是我们的嘛？啊，也是。好，可以吃这个一零一猪脚，先吃。这个水可以喝吗？可以。哇，我吃一个红毛丹先。啊，你很久没吃红毛丹了。弟弟，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会开。完蛋了。然后来表示怒火哟。来，来八点。一度打白鸭没有？啊，没给我得着的。老板，你们看住我的压力啊！好吗？看你开起来的锅怎样吗？来，可以没有？可以。哇！看看那锅，我要 melon juice。我要 melon juice。好，我要 melon juice。来，帮我点。一人一杯是吧？那点哪一个都可以了。国良跟我点了，先来洗手先。啊，他老朱也是。哎，刚才迪丽你有吃到吗？嗯。漂亮啊！漂亮啊！开水。哎，老姜回家。来，还没有注册名字，还没有注册名字了，还没有上榜啊，不是很有名。U S S M L 哎，还有什么名？啊，就现在很红。OK 啊，也没错。U R T， 也有我。嗯。我是没。啊？什么啦？这个有没有补税？没有吧，补税。来，过来，来你们拿去。如果吃了这个鸡了，你得没有更吃了。这鱼能专业吗？八加八的。你不要哪个来？姜啊。啊，那等其他的先啊。猪脚也是，味道很重的。猪脚好吃的猪脚。娘。有味道还是？因为你吃着榴莲了、啊，还是不能这样喝。吃榴莲了、啊，吃不到味道啊、哦！哇！这个好吃啊，这个烤的，啊烤的。哇！这个好料，这个宝宝。哇！这个呢？哇，这个都加了，其他都没加了。其他榴莲都没加了，都加了。那你吃了猫王，说多很难再多一次。哇，很好吃。你这次，不在平时，你在很不久。这粒猫王你知道多少吗？他送你多一粒还回你。这粒刚刚嘛，四十块。医生，有可能买掉啊，这粒。四十蚊啊，买掉。我也不想买你啊！不会，好够啊！你应该是听到我们讲什么？来，先吃一零一，不要吃猫山王了。一零一是这个，这个。青丘狼，这个买，而且我没给我青丘狼。你青丘狼是要补偿的。Glass house， 上面有这个风扇，所以现在呢是已经接近12:45了啦，我们要离开了，天气越来越热，要睡觉，这种下午的天气。